追求情难尽。是父母恩情重，是知自己是罪人。父母恩深如何报，佛陀在严方法印，情恩难报应当报，知恩肯报是因好。作奸担负此回报难言去，有难报恩于万一，若有几近来清晰，各不凡不依不息，如是报恩为如尘，不必不与恩情深。若为爹娘需要苦，万言各心卷身去，大不出虽无凡故，这样回报已不足。大珠闻言双泪垂，忏悔悲泣于哽咽，待罪至深云何报，粉身碎骨难回报。忏悔修身养性持世戒，各种闻言双泪垂，惭愧悲泣于哽咽，待罪至深云何报，分身碎骨难回报。天下子女应忏悔修身养性持世戒，人民爱无亲不是，诚心光知父母福，父母恩重常一念，书写光宣不厌倦，早尽红尽心白山，父母快乐得安详。父母恩重常一念，书写光宣不厌倦，早尽红尽心白山，父母快乐得安详。不为如来生教义，孝养心生能量泉，不为如来生教义，孝养心生能量泉，不为如来生教义，孝养心生能量泉，不为如来生教义，孝养心生能量泉。